只要努力帮人转运，你的运气也会变好的。大家好啊，我是汉化日记第四季黄辣丁的声音演员夏侯洛峰。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本季内容，我觉得应该是黄辣丁很好吃，重要的话你说三遍，以及努力的人运气不会太差。锁定哔哩哔哩汉化日记第四季，每周日上午11点，万物皆可汉字化。